权力仗势欺人，反击胁迫伸张正义，拍桌子说我也是医生，你们一定有床。到六点钟，小板换了一个新的来，再去拍一次。我是什么什么谁？发现宝贝女儿头上受伤，这个检察官火大，率领着侦查队来到那个幼儿园。我现在要开庭侦查。对那个小孩来讲，吓死了。后来检察官跟侦查队都被判刑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熟女家务事。